是个大麻球。已经变成三角形了。脆不脆？麻团吃了三分钟，这个是美拍上的一个朋友寄给我的。这个是芋泥。有一点点柠檬的味道。这也是他寄的。南瓜，
好多料。我刚才接了一个电话，然后一边打电话一边把那个虎皮全给吃完了。Sorry。柠檬，还有一个饼，一个饼。